这是都免费的，这披萨这是烤的呢，牛排没上来，79.99。就吃那个生啊，不是这熟了吗？这半个木头的那个呢？上鸡蛋吗？那是两个火焰。火焰，火焰牛排。你点火是吧？对，点火的。看，头生给我点火，帅气。我们爷俩点了6份，钟涛说怕吃不了，你能不能搂5份？就这小圆，我们搂10个大圆。那行，我看你今天搂多少，这玩意儿不限量，自助随意吃。今天我们这俩人不使劲牛排自由了吗？这几分熟啊？你肉有点太嫩了，不像烧烤烤三妈的。我喝点啤酒，我感觉我他妈这一份就吃差不多了。咱俩挺狠的，人都2份2份要，咱俩一人要6份。他配这刀叉，咱根本用不上，直接个菜了。有没有大米饭呢？这玩意儿都吃出高雅了。我有一年上北京，我哥就请我们吃的那个西餐，头一次吃，他整刀叉没有筷子，这个费劲。完了头一次喝那个柠檬水，我说这啥玩意儿，喝2片柠檬，我10多块钱一杯。我哥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，他们那个学校院里就有那西餐厅，我都忘吃啥，反正就是找不着筷子，就是他妈总瞅那样。两个大奇葩，要你明说来吧。啊，干10多盘子，他10多盘都不够。我老弟，我二舅家我老弟，嘎嘎能吃。我老弟曾经在我家就是吃这么大一碗羊肉，我爸给他手切的，完涮火锅，还有其他配菜没够，我又吃了那个一屉包子，就自己家蒸的包子，那饭量嘎嘎的。他干活给那个哈尔滨周边的自助餐吃的，他们去都不让他吃了，不是不让他们吃了。上别人家吃，要不就加10块钱。我看今天你能吃多少？不敢多吃。牛肉没事，不怕。他这玩意都是冻的，我感觉咋没有咱在家就是自己烤的肉好吃？俩味儿呢。假的，你妈还假的。行了，你可快加了，快加了，胖女的。去玩高雅。我爷俩吃完了，一共干了9份牛排，怎么样，大儿子？吃的上一课了，上一课，这都开唱了，证明吃的挺开心的。我爷俩到烟台山了，往前走，那边是那个什么古建筑群大使馆，对，什么26个大使馆啊？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介绍。之后我们下山之后去瞅瞅去，那师傅都能当导游了，太明白了，人家土生土长的烟台人。烟台山风景区，我们就往上爬了，走吧，老二，往上爬吧，能不能上去啊？多高啊？不太高。那我看有坐电瓶车的。咱俩就往上走吧。这导游讲解。这个地方呢是建于明洪武年间开始筹建的，大概30多年之后呢，到明宣德年间才建成现在这个规模。这个地方是干嘛的？石碑。
天津口音。这前烟台都是有领事馆，各国的领事馆都在这烟台山这块。看看军事博物馆，叫胶东革命史陈列馆。领我大儿看看红色文化，学习学习历史。都是姜汁味儿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。烟台海军学校。是胶东籍的开国将军，这么多。上将，走吧，继续爬山。我看看冰心纪念馆。刚才我跟我儿子讨论呢，我说我那时候上小学时候叫冰心奶奶，到他那边得叫太奶了。跟周恩来交流。冰心，除了宇宙，最可爱的只有孩子。有了爱，就有了一切。友谊是大海中的灯塔，沙漠里的绿洲。这古建筑，100多年历史。看我葡萄。是葡萄，没长大呢。这还有对联呢，哼，这以前都住过人啊。这环境，这是人家后花园，烟台文物管理处封，这现在都变成文物了。还在这儿给你照张相去，叫竹林。看看，这太远那个。哎呀，这块太好了。这是啥呀？永久啊？28自行车吗？路牌的。这是日本领事馆旧址。这是啥叫啊？进不去。这环境多好，这领事馆选的。把最好的地方呢盖上领事馆。那真气派哈。大鱼大货港快艇。快艇。这游船呢，咱俩坐不坐了游船。坐大船呢，坐那小船啊。这船你没少坐了，反正现在。这离你上海边儿。这家用蚊子叮的。这挠的。你看看，刚才我俩上那地方嘛，全是蚊子，这腿上就满了，一满，真咋整呢？全是蚊子叮的吗？哎妈，这蚊子有没有毒啊？谁告诉我呢？那我这咋没咋地儿呢？你那没盯上，让人拍走了，还刺弄坏了。
看带点那啥好了，驱蚊的花露水好。烟台山龙脉。都起伏的哈。啊，扔硬币敲那钟啊。烽火台，放狼烟的地方，那个是灯塔。灯塔，那是海。今天天是真好看。嗯。别太远。嗯。海风吹得好，真爽。那啥玩意儿？桅杆。桅杆。这是不船的桅杆吗？那怎么没看着船？是一个舰呢。我爷俩准备下山了，已经到达山顶。烽火台，浑身充满力量的能量石，这龙头。我儿子午餐，一会儿继续上海边溜达。三根烤肠，能不吃饱啊？那还有焖子呢，烟台特色吗？烟台焖子。家那边的焖子我都不吃呢。那没准这比那个家里面好吃。跟我大儿上海边走一圈，那边有个广场。就要坐坐热点。哎呦我去！你坐呢？比家大炕都热。痔疮，你坐。起来吧，烫坏了。导航没整差了，我瞅着广场咋这么小呢？滨海广场，跑还怪热的。运动健将，我大儿逛过美术博物馆，他就喜欢画画，像剪纸吧？咋黑龙江的东西？是不是剪纸？我大儿找着他最爱的，拍照留念的。这是以前过年的画，多热闹！正月三十，下雨了，我们俩出来了，再在海边溜达一会儿。这小雨还挺好，是吧？小毛了雨，蚊子也不厉害，咋的？包销了。那头前给你刺弄够呛，这回就不练了。今天这地方来对了，这家伙就稀罕这套玩意儿。不咋的，一看这玩意儿走不动道，都鼓完了。以后你就学这玩意儿吧，以后整个那叫啥呢？就是鉴赏古董那小玩意儿。没有啥好石头，但是行做的我天。那有个。小石英不是，等回家领你上到哪儿？上那个大峡谷，那会儿有是石头，你捡的。那捡没了呢。人天天有，那水从山上冲下来，天天有。但是他们天天四五点钟就捡。